哦，这场比赛是由我们画面左边的陈泽明对到画面左边的陈泽明跟李吉文哦，对到画面右边的伟忠哦跟 Kevin Cole 哦。这场比赛是复赛的双打复赛的第二轮哦，也就是四强赛哦，获胜的队伍会进到冠军赛。哦，比赛开始其实一阵子哦，其实他们现在还是双方零比零的僵局哦。好，现在吉文拿球，在后卫射出去之后打回来了哦，回到了伟忠的脚下哦。伟忠的射门是一个非常叫标准化的射门哦，晃得很大，打得很远哦，没有什么突然间的动作。哇，这球立刻拉杆打回了自己的球门哦，被反打回来。现在小明跟吉文的组合现在一比零领先哦。一个传球没接好，回到了小明的中排。哦，今天中排就一直看到他中排就要打。我刚刚讲哦，刚刚我以为他早就要打了，就他晚了一拍才打。哦，现在二比零，一瞬间哦，刚刚双方都没得分，一瞬间就连拿两分哦。伟忠的 brush 也是很标准哦，标准的远哦，可以传很斜。球被硬生生的抢了下来哦，在那边 Kevin 的后卫的射门是很有侵略性的哦，这样其实他的防守，他防守应该算是当然加上他这几年比较少比赛，好好的比赛哦，他都有比赛啦，不然他的防守其实是很好的，非常好的。因为比赛的经验不够多，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哦，所以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大家整体性的策略改变的时候，或是一些新方法的时候，他又不知道哦。但是他让他适应一阵子的时候，他的防守会非常的好，因为他用脑子打球的，他是一种用脑子打球的选手。好，现在伟忠前锋拿球，哦，这球很有样子哦。他在晃的时候是人偶是偏上面，就最后面还是打上面了，就是推一下。他现在比数二比一，小明手持红色人偶的小明现在发球，中排先看了一下，其实要传上面哦，但是没执行率不佳，然后传到直的去了哦。伟忠中排传球，想把别人骗开墙壁哦，没骗开。传那个直的，自己又没接到，连续两球，伟忠的中排，前锋都没有接好球，哇，这球就差点被反打回来。记得伟忠那个 tackle 的第一分就是，其中一分就是这样丢分的哈、哦。所以他的待会要注意一下哦，可能他射门的位置刚好都会对到小明的脚，所以他的射完门之后的防守就很重要了。有时候射完门防守哦，你还在看说球打去哪边的时候，球就已经弹回来了哦，所以你的左手通常都要先准备了，在射完门之后就要先准备去防守。伟忠，这球没打好，但是打进了哦，战成了平手，双方二比二。好，比赛重新开始啊。哇，放了一个假洞，在时间到的时候关起来，不过小明在第二次传球的时候还是在传同一个位置就传过去了，尝试打一个快的拉，所以这个应该就要慢下来了。Kevin 的防守，哇，两个在斗智哦。Kevin 放的拉的洞，后来小明打的远的去，Kevin 放的一个推的洞，后来小明打了一个拉的洞，哦，很有趣啊，没进。现在球权来到了伟忠的脚下。伟忠打了一个拉哦，反倒是反超一分哦。现在比出三比二。我们看单打比赛的时候，陈泽明他的中排传球跟射门哦，中排射门得了很多分哦。不过双打比赛却，当然双打就
因为后面一直有人在防守，所以这样的策略在这边双打通常效果会不佳。你常常用的话，单打其实很有效哦，但双打要把它当成一个出现比率比较高的技巧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哦，可能就变成一直丧失球权。这球又弹了回去，回到了小明的脚下。小明尝试追平比数，不过那个 Kevin 的防守真的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哦，他们双方在变来变去啊，漂亮的左手接球，不过球权又还是回到了 Kevin 的脚下哦。Kevin 有一个特色哦，就是他射门的是非常刚猛哦，不过他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细腻度不够，细腻度不够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造成他的困扰，因为他就是等于会常打歪啦，打歪的，其实对手来讲有时候会压力蛮大的，因为他打歪，可能还会往球门走。好，现在比分来到了3-2。Kevin 跟伟忠，画面右边 Kevin 跟伟忠的组合现在是暂时领先一分。那么注意画面左边李吉文跟陈德明两个人前后排交换哈、哦，吉文老师采用的是 snake， 全部往拉到自己身体最近的地方开始出发哦，因为他可以推打得很远哦。哦，尝试打一个原地，球没进，回到了伟忠的脚下。这球传对的位置哦，但是传歪的。陈哲明，后卫尝试用推杆，还是回到伟忠的脚下。伟忠的传球，哦，终于传过了。刚才才想讲，那伟忠的传球开始有一些偏差哦。好，3-2，有机会拿到第四分哦。没有晃哦，没晃了，看球，尝试打原地，哦，这个意图有点明显，就没有平常没有练习 snake 做不晃球的动作来做射门的人哦，突然间不晃哦，有时候会打不远，所以有时很多时候不晃的人，对，原本 snake 会晃球，突然变成不晃哦，他可能十之八九会打原地了。哦，你看，就是我说的哦，他打外很恐怖哦。现在小明在后卫，这球是很接近哦，被挡住了，但是是往球门去哦，是非常有杀伤力的。Kevin， 哇，球很漂亮哦，好像有点稍微卡到球哦，球速变慢哦，但运气很好，这样子变成4-2。小明又回到了前锋，画面左边，红色的人偶发球。尝试打一个直线的传球，大斜角传墙壁哦，传得很漂亮，想抢第三分，根本没有跟着动哦，所以这个对小明的判读就会出现一些困难哦。我做的假动作，你没有跟着我随之起舞哦，就我刚刚做的事情是浪费时间，你没有。我没有得到任何资讯哦。Kevin， 上一球他漂亮的后卫推杆射门，哇，又是连续两分都是由我们 Kevin Cole 在后卫得分哦，抢下第一局哦，第一局这 Kevin 的这两分哦，一个推杆，一个推换杆哦，很有效果。
好，第二局开局，小明现在还是站到前锋的位置哦。刚刚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他有陈兴跟吉文老师两个人前后排交换了、一个轻轻松松的传前传直线，传到了前锋。第二局的一开局，好一个漂亮的拉哦，打到很远的哦，很远的洞，才能打进 Kevin 的洞哦。他的球门是不好。好，现在第二局现在是陈哲明跟李吉文暂时领先一分哦。我们现在半比赛哦，因为刚刚有人要接送，帮他叫个乌龟哦。所以手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大家都是朋友、哦，所以很好玩哦。就是办一个比赛就有点像同学会一样，然后久不见的朋友就大家凑在一起哦。好，现在韦中前锋拿球。你看，现在场上其实前面四个人，其实大家也很熟，大家认识了几年，至少跟吉文老师也认识了九年、十年、十一年，然后小明大概也认识了7、8年了，哦，大家都彼此之间都是很熟识哦。所以我们看国外哦，国外有就有很多手足球的 family 哦，大家都久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像家族一样，哦，大家透过这个除了打球之外，还出游，哦，几十年，哦，台湾是在大概2006、2007年的时候开始，哦，所以就慢慢的有重新组织，然后发展，哦，那像美国的话，从1970几年，他们那些选手可能认识了40、50年了，到现在还在一起打球，
啊，这等于说像自己的家庭成员啊，经历过了生老病死啊。好，小明中排拿球。小明今天尝试了很多那种，哇，这球运气很好哦。小明刚刚才讲说，尝试了很多传下啊，那个 brush down， 那马上就被抓到。啊，又是一个 brush down， 是那种角度很大的 brush down。虽然被挡到了，但是还是传到了前锋。想快速打一个原地哦，哦，双方都抓不到球哦，球权呢来到了吉文老师的后卫。这球虽然打得很漂亮哦，不过大概就是那个角度了，没有其他角度可以打了哦。吉文老师事实上还有，哇，这球真的是运气真的极好哦，要接球没接球，直接打进了。哇，现在连拿两分，现在原本落后一分，现在反超一分哦。必须再追一分哦，不然就很危险哦。小明尝试打推 ，Kevin 已经在那边等了，然后小明自己也打到了墙壁。Kevin 的防守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哦，当然还有伟忠的脏球，伟忠的脏球真的。脏的时候很脏哦，我还想到2013年哦，2013年那年台中的坛子金密杯第一次办坛子金密杯哦，2014吧，啊、哦，然后2013、2014哦，第一次的坛子金密杯，伟忠跟 Andy 哦拿那个一路杀、啊，在第一天的赛程双打比赛一路杀到了冠军赛哦，然后遇到对手那个预赛就是那个双败淘汰，那时候打双败淘汰。打到冠军赛之前哦，伟忠跟 Andy 哦，哇，那个什么传球什么射门都没问题，防守又防得好。然后隔天早上第一场比赛就是双打冠军赛，他说压轴嘛，让大家好好的来会场的时候就可以看一场好比赛哦。一上场哦，早上伟忠跟 Andy 哦，我没有看过他们两个手抖成这样子。对手是那个口居马跟刘明哦，来自日本的两位选手，他们大概也很讶异哦，这场比赛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哦？那个伟忠手抖一抖，球就掉给对手 ；Andy 手抖一抖就掉给对手。哇，那场比赛就这样子突然结束了啊、哦！我还记忆犹新啊、哦！我希望这场比赛伟忠跟 Kevin 就不会有这种状况了。毕竟都那么多年了哦，其实大家的经验哦，年纪也都大了哦，紧张程度一定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紧张。打了一个中间哦，中间一开就打了。好，刚刚小明到后排这个防守失利哦，现在让伟忠跟 Kevin 有了再末点的机会。下面传第二个人哦。还保持着机会哦，双方4-4哦，伟忠还是有个赛末点哦，双方可能在讨论是不是要换位哦，这种换位这种决策是很难决定的哦，有点像结果论哦，换完你才知道当初做这个换位的决定是好是坏哦，那通常我自己在打球的经验就是。那个换位，那个如果中间没换过哦，你尽量不要在关键的时候换哦，不然原本在前锋的人会手软，防守会手软。那原本在后卫的人换到前锋，传球跟射门可能会手软。好，现在第二局的比赛哦，双打四强赛哦，获胜队伍进到冠军赛。哦，有可能是最后一分，有可能是还有一局哦，就看这一球吉文老师怎么样处理哦。好，现在双方4-4，第二局，画面右边的伟忠 Kevin 是局数1-0领先哦。
漂亮的射门哦，让陈正明有机会可以捡到球，捡到这一球就有机会再活一局哦。对面的防守，哇，这个疑似转杆，大概就是转杆了。有风险的嘛，意识到了，是。哇，换他喊一个暂停的，这个暂停聪明了、哦，这个暂停聪明了、哦。对方刚犯完规，好想啊，糟糕、哦，好想好好的打球，就给你一个狠狠的一个暂停，让我好好想一想，因为这一分真的对伟忠跟 Kevin 也是很重要哦，赛末点，迟迟想不下来。好像没有。哦。那这个刚刚那球有犯规，有看到？应该没有，没关系的，自己都觉得翻杆了，算了。没问题。哎。比赛就这样结束了，在这样的哀嚎声之中结束了。Take it. 叫得那么开心，我又没看到。